你家小孩不上学，今天起床是不是这样问？睡饱要看那天啊，睡饱。多少小学生的梦想？生物，然后是人体的器官，每个人发两颗这样，把猪肾切开，一切开那个尿洒出来，他们就知道肾脏是有尿的。我的专长就是晃啊、闲着啊，好无所事事，这其实很接近哲学。是那一堂课的大家都在。女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，小孩在家自学也能出人头地。